Hello， 大家好 ，Welcome to my vlog， 又是出来吃喝玩乐的时刻。经过三个小时的路程，我现在来到好想吃。上一次来 Sekinchan 的时候也是来这边吃，知道他这边的食物好吃又便宜，所以每一趟来 Sekinchan 的时候一定要来这边吃。
看，我刚刚偷买了一朵花，等下要送给我的老婆大人。Nice。Early the next morning. Later.来到适耕庄，一定要来这边买米。
later. Nani? Two hours later.